Okay. Yeah, 好。Auto test level 2 student asks teacher. 就是这里。我现在在南门。好。你呢？我在图书馆。我在图书馆。Okay. 好，下一个95。95。Yeah. Mike to comment on your school. Mike, 我学校怎么样？我的学校怎么样？我的学校怎么样？啊、I think that's what he's asking. Is that 对、right? 对对，不错不错，不错，好、啊，漂亮的女生挺多的，挺多的、嗯，挺多的，漂亮的女生挺多的 ，quite many，、okay. 挺多的。Mm-hmm. 好，这里个。French student hospital. Okay. 留学生啊，公寓在图书馆西边。对不对？对对对，哎，不对不对，在学校东边哦，在学校的东边。在学校东边。嗯， okay. 在学校东边。Have a swimming hole or not? 学校是不是游泳馆？有个，这个 have。Have, 学校是不是有个游泳馆？有个。学校是不是有个游泳馆？对。嗯。好。对，公寓南边就是游泳馆，公寓南边就是游泳馆。98。98, check what we should bring for tomorrow picnic. Okay. 明天去郊游。我们带什么？我们带吃的吧。我带吃的吧。吃的吧。吃的吧。OK。对 ，suggestion， 我带吃的吧。我带吃的吧。OK。What food should we bring？ 我们带什么吃的？我想带面包和水果。我想带面包和水果。面包 ，OK。好。我带盒的。What you'd like to drink？ 你喜欢喝什么饮料？这 some 是什么？没关系，一些饮料，一些，我带一些喝的，我带喝的，都可以。我带喝的一些。不，我带一些喝的。我带一些喝的 ，OK。我带喝的也可以了 ，All right， 我带喝的，你喜欢喝什么饮料 ？OK。我喜欢喝热水啊！我喜欢喝热水。热水。Okay. What else we bring? Okay. 还带什么？我再带一些纸巾吧。我再带一些纸巾。我再带一些纸巾。Okay. Okay. Okay. 你的留学生公寓怎么样？很好，我们四个人住一套公寓。
一套公寓。四个人住一套公寓。OK. 每人一个房间吗？对。每个人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客厅呢。我们还有一个客厅呢。OK， 好。OK， 104。What's inside the living room？ 客厅里，客厅里有什么？客厅里有空调、电视、冰箱、电话，还有沙发。Okay, 客厅里有空调、电视、冰箱、电话，还有沙发。OK。Can go online in the room. Can go online. 房间里有上网。房间里这个 able to can 啊、能对能，房间里房间里能上网吗？对，能上网很方便，能上网很方便。106哦。Bag. So where she bought her bag. Molly, ni mai de bao ma? Ni mai de bao ne? Ne. Sorry. Yes. Asking for how about, so simply means where. Where? 106这个。How about? What about? 107呢？对。好。107可以。The color of the bag. 你的包是颜色的。是。That's not right. 你的包是什么颜色的？对，颜色什么颜色？对，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不是颜，是颜。Okay, YAN pronounces YEN。OK. 你的包是什么颜色的？BEG. Sorry, a typo. BAG. 108. That's okay. 我的包是红色的。Ask the comment. 你看怎么样？对，你看怎么样？真漂亮啊，真漂亮，对，真漂亮。啊，你说吧，这个。真漂亮。真漂亮啊。真漂亮，只 is available, check the bag is available, not a color. 只中白好。包好，这种包，
这种包号有别的颜色吗？还有。I knew that I was missing something. 好有，还有。H-A-I, 还有, still have. Still have. 还有。对，还有别的颜色吗？有，对，还有白的和黑的，还有白的和黑的，还有白的和黑的。还有白的和黑的。So excellent. 太好了。I like the white color. 我喜欢白的。在哪个商店？OK，在哪个商店？好，在那个小商店，在一家小商店，我们一起去吧。2:41，等我一下。哎，我上课什么事？You frozen. You frozen. Oh. OK，好，可以。Okay. 你好，Mike，你去哪儿？是。我去银行啊，学校里有没要我去银行？啊，你说这个吧，check if any bank。学校里有银行吗？有啊，在综合楼一层，在综合楼一层，1层，OK。综合楼。那综合楼在哪里？你知道吗？综合楼在哪里？从这怎么走？可以从这怎么走？一直往前走到第一个路口，往左拐。谢谢你，再见。对，下一个，这个是 Rosamund Faye waiting for the lift。So we're waiting for the lift and it's not come down yet. Okay. 简次怎么还不下来？电梯，电梯，电，every time。电一，梯，对，115，对，电梯电梯，，Thank you。电梯怎么不下来？那我们走楼梯吧。哎，这是我说的，suggest use。那我们走楼梯吧。你住哪一层？你住？几层？是Okay。就几层？你住几层？对，我住12层。我住14层，我住十住四层。4层，Okay。14层。对，这个你说吧，来。14层，还是
还是等天气吧。嗯，十四层，还是等电梯吧。Is that right? 可以。OK。下一个啊，这个是张媛媛 calling Mike in a coffee house. OK. Mike, 你怎么还没到？嗯哼，麦克，你怎么还没到？嗯，哦，对不起啊，路上堵车，路上堵车。啊哈，麦克现在在哪？我现在在学院桥。我在学院桥下，我在学院桥下。桥下，桥下。嗯。Opposite the main road. Okay. Opposite 对面，对面。马路对面。有一家白后大楼。好 ，OK， 您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对，你看见了吗？是对的。Department store 不好，百货。百货。百货，百货，大楼吗？百货，货，对 ，HUO， 货，货，嗯，百货大楼。Okay, not 百货。I think I misread it. Okay, 我们在做 the other half until 2.5, then we have a pause.And do other things. 这个是钱啊，钱 ，the chapter of money. Okay. 好，121，来你来问。人民币一共 ，how much is the currency? How much is the currency? 人民币一共。有多少钱？对，人民币一共有多少钱？嗯，and to count it，一共有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OK， 好。Ask they。Does it mean them as a group? Ask them to count. Okay. Ask them all to count. Okay. Ask them to count. 你们算一算，一共多少钱？对，你们算一算，一共多少钱？ Right? 一共对，一共888.88元。Sorry, can you say that again? 一共。188.88元。OK。嗯哼。2.52，然后这个是也是钱，这个是 buying Chang Sam, Mary and Faith buying Chang Sam at a fashion store. OK, Chang Sam, 旗袍。旗袍。So. 嗯，服务员说什么？Welcome their arrival. Okay. 欢迎光临。两位要买什么？对，两位要买什么？嗯。红色的旗袍多少钱一件？好。124，120，红色的旗袍多少钱一件啊？488块一件，
488块一件。OK。蓝色的旗袍，多少钱一件？蓝色的旗袍多少钱一件？好，蓝色的旗袍550块，550块，550块，嗯，okay。蓝色的旗袍550块一件。嗯哼，可以。谁啊？你觉得你件好？啊，再问一次。谁啊？你觉得，你哪件好？对，哪件好？哪啊？哪件好？你觉得哪件好？哪件？应该是。下一个。Thank you, Ian。2.5.3，这个是什么？哦，这个也是 buying Changsam at a fashion store。OK， 来。啊，谁呀？啊，你看怎么样？哦，你看怎么样？不大也不小啊，真合适。真哦，这是你说的啊？你试一下说，你来试一下说。OK， 不，不大也不小，真合适，我的呢？哦，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oh, okay。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你买吗？嗯，不是，非常漂亮。啊哈，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好，嗯哼，嗯，这个呢，130。130。OK， price for 2穷和旗袍。OK， 两件子旗袍一共多少钱？嗯，两件旗袍一共多少钱？好吧，你说吧，两件旗袍多少钱 ？OK， 两件，两件的旗袍1044块。诶，很好，还可以，还行。1040块，两件旗袍，1040块。嗯，40块。哇，这个，给你1100块，给你1100块。嗯OK， 服务员说什么？找您60块。对，找您60块。嗯，